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在脸书发文说，国民党举办网红青年营，希望争取更多年轻人加入，但是民进党却派来卧底抹黑上课内容多么烂哦！就连国民党主席江启臣都在 po 文的文章下方留言了，只不过江启臣留言闹了笑话。江启臣发文疑似不小心省略了主词，说国民党开大门走大路，青年营对全程直播实在是哗众取宠。发现错误之后呢，紧急修改留言为说自己来卧底的，实在是哗众取宠，让不少网友酸江启臣说，其实小编才是卧底吗？吃了诚实豆沙包吗？在网络上掀起话题。